不好意思，没有开麦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开麦。吓一跳，没开麦，没开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说我说话了呀，然后这样没有听到我说话，就很奇怪。憨憨，我受不了了。私聊没有人理，你私聊谁了？下次私聊没有人理，就把那个房管的名字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不称职我就给他下了。不然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你私聊谁。因为这种情况都是出现了好多次了，如果一次两次无所谓，天天就这样出现，就没必要做房管。你私聊的谁没有理？名字自己下房管呗。名字自己下房管，快点儿！我从不看私信，你就没必要看了。你看私信干啥？我不听，我不听，名字念经。名字死哪去了？下房管去了？
每天起后名字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。你们觉得呢？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欺负名字。这哈狗哈，欢迎七眼哥哥。晚上好，我爸来了。啊，不是，我已经叫我爸的。欢迎夏哥哥，原来是叫我的。完了，名字不说话了，我怎么欺负他？欢迎宪哥哥。在扎小人儿。想欺负你，我说欺负名字。名字估计都无语了。名字今天不加班呢？你看你，你就只会等灵异，你还会等谁？就这点出息。快开摄像头，等会儿。急啥呀？急要赶集啊！
欢线哥哥。直接去下一家是吗？声音有点小，离得比较远。时间穿过，我穿过所有每一刻，所有城市烟火，只为在你心头沉默。我该要如何如何如何，让过去再次下水道堵了。欢线哥哥，谢谢送出来的礼物。我家猫在叫什么？人呢？在啊，干嘛？安迪在开会。欢线哥哥。怎么不开摄像头？不用我开不行吗？我非得先开。著名的十一点开始啊。相信古老信念。
像是走进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誓言，是我对你说不停的思念，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，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，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，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。睡着我了，声音都变了。声音没有变啊，声音什么时候变了的？你是第一次听我，第一次来这么早呗？怎么开摄像头？等一会儿开。看着就像是走进这是千千万万千千个誓言，是我对你说不定，名字最近有点飘呀，发现了没？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，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，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，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，世界纷繁与我紧起了波澜，你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，千千万万的日夜是不尽的思念，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眷恋，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，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。我就喜欢起我名字，茶飞就算了，茶飞咖啡就是，这是弟弟，我不欺负他。安森哥哥。发现我头发越来越少了呢，好奇怪啊。看我干啥？十一点开始助眠，困了的话就现在就睡啊。困了还看什么助眠？欢迎宪哥哥。能让我隐藏。
装什么？谢谢送出来的吻。天仙姐，天仙一水，哎呀我操！马上又要放假了，好烦呐、啊！唉，不想放假。噔噔噔！啊，是啊，好烦呀、啊。吃饭我也饿，要不咱仨搓一顿，你们俩请客。我耳机就一个耳机有声音，那、啊、我就对着一个耳朵在说话，你肯定就一个耳机有声音了。闹钟响，为什么这个点会有闹钟呢？啊，是昨天的闹钟。等一下发个鱼吧，我出去拿个东西、啊、接下来就开播。
拍下哥哥，这好像进来还需要欢迎啊，自我欢迎，我受不了了呀！等一下，发个鱼吧。我都懒得理你这儿。这儿你打卡了没这儿哈？百变什么秀，那个叫百变什么秀，今天双倍亲密度四倍上线，百变什么秀来着，我又忘了。生的星星不说话，爱你呀，波波。床底下怎么这么多线？哇，好烫！波波穿哈。今天妆化有点淡。
上的星星不说话，你说你爱上了他，想把你藏在上帝，看着你眼睛。你播个锤子，你播，等一下发直播通知。见哥哥，嗯，怎么没有出来？要怎么进别人直播间去你的沙发，你的什么沙发？怎么是循环呀、啊？这首歌，我听这首歌听了好几遍了。你每次开播都一直看到三点半或四五点下播，第一次和你说话，你回复我，太开心了。见哥哥，牛奶，喝喝奶，补充点营养。你好恶心啊，真的。对，昨天那个差远，昨天的什么？我今天一天都没有事。睡觉，因为我前两天在忙，然后就没有，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，然后接着直播，所以我今天补觉。
在没有事儿。晚上好呀，我一吃东西名字都不说话了。名字估计是点外卖了。别吃啊名字，因为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湖北的。今天双倍亲密度四倍上线啊，没有打开，等一下看。对，别吃了名字，都长那么胖了还吃。啊，就送荧光棒，有条件的话就送礼物。哇，谢谢刘哥送出来的王冠啊，感谢，谢谢刘哥飞哥，谢谢刘哥。谢谢么么哒，这什么纸？哇，你真的是一样抽一个呀。再聊个再聊个，又是王冠又是飞机又是正蛋飞机，再聊个飞机。送一个就这样能不能讨行了，这好像每次自己套了自己，真的是我都不想套了，还非要自己套了自己。谢谢刘哥。
吃的是汉堡，你们可以点一个。谢谢刘哥飞哥，这么多啊？不是撞到刘哥的飞机窝了吗？这有刘哥。你下班了吗？嗯，我真就飞机窝了，哎呀，真的飞机。就想。还没下班，你好黑啊，鱼啊。点歌了好多好多飞机，狗语言，狗语言再抽一个，说不定又中了。狗语言再抽一下，说不定又中了，单点一下。先出来抽了十二个飞机，你疯了吧？你不如给我送一家超火。你抽了十二架飞机，给我送了几个？我看看，送了六个还是七个？再薅一薅，把剩下一半给我交出来。左右是悠悠，再薅一薅刘哥的羊毛，薅一薅刘哥的背包，对，地主家不能留余粮。真的是正好说的对，应该都送了。雨燕，你这没中啊，要不你十连吧，说不定还能暴击。真的是，难道你们想留着跑骚？哇，这这哈真会说，还有这哈牛逼，再薅一薅，刘哥别跑呀，刘哥，找到熊熊了，分你个桃心行不行？关键你也没薅出来啊。你没薅出来，刘哥跑了。地主家还有余粮，他跑了。
好了，他把我们把他薅出来了，还差一个炒火锅任务。没有消化 S， 麦德劳，我没看出来，我以为是麦当劳。牛逼啊，兄弟！在同工厂的刀疤，一切都靠你。